如果你前女友都没有出现的话，怎么办啊？我来到南洋街，幻想有一天我会在人群里遇到他。老板，这可以修吗？抠机耶！同学，你玩我？啊，你不记得里面写什么？不记得哎。啊，不记得的东西就不重要了嘛。来送考卷哦。你先放这里好了。你好吧？没事。喂。你到底去哪了？啊，刚才没来呢，我想把这些东西送还回去。我相信，当他们的主人再次见到他，那些美好的时光就会重新被想起来。那请问一下，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那边的地址吗？自己现在没听过。好不明白嘞，点说好，那你再感受好不会。本店哦，日行一善，啊，这个改成绩单呢，一届300，啊，改十届上一届，啊，找人一届1000。啊，找到嘞。找到较麻烦嘞，到未晓讲话，啊，出门佫无带手机啊。有吗？你那次转弯哦。你认识啊？还是我们把寻工启事跟纸飞机撤出去？又再次提分手，过分。留在地面的小羊告诉自己，数到100的时候，他就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来了干嘛？没有，没干嘛。可是如果数到100了，他都没有出现呢？我靠！你不会嫌你修过扣机吧？这个是我的兴趣。啊，你讲我找人找久，是爱不找到，还是根本没有找到？这个人很痴情。1314，还有下河嘛？是在报名牌哦。这里的人都想知道更多的答案。我什么都惊啊！为啥说 no 呢？而我只想知道一个答案。好久不见。